从小到大来过北京好几回了，但是一次豆汁都没有喝过。就这玩意儿，我在网上看大家喝的，一个比一个还难受。这真有那么难喝吗？你是不是也没喝过北京豆汁？对啊，没喝过。行，那今天就跟着蛋叔祥宇一块啊，咱们去尝尝北京豆汁是什么味道。走，到了。两份豆汁，然后两份焦圈，在这喝。来俩煎鸡蛋，再来两个火烧夹肉。这个是火烧夹肉，牛肉的豆汁，然后焦圈。它这个感觉是有点那种稠乎的感觉吧，火烧，感觉还行啊。哎，还好啊，真的还好啊，真还好，是不是？真还好，没有想象那么夸张。对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，你看。嗯，可以。他们说会有那种臭抹布的感觉，但是感觉真还好啊。好歹说我跟徐无祥宇根本不可能喝下一碗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全程录着的啊，全程录着的。嗯，可能是刚好我比较喜欢吃酸的口味的，我就感觉还好。二绝对说咱俩吃的不正宗，不正宗。家人们有点好喝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行了，我有点扛不住了。好，你来吧。我有点酸，但是你应该觉得还行吧？对，我能忍。我靠，我是觉得还挺好喝的。多了喝不了。真的，尝尝这个火烧夹肉，好吃。现在这嘴受伤了，就只能慢慢吃。嗯。剩下半碗，直接一口带走。这蛋叔祥宇说喝不下了，我来把他这一份给解决了。还能接受得了吗？可以，挺好喝的。上午是不是你打的电话问我们几点？我听说你想这个声音。南方口音，我这口音有这么好认吗？很好认，真的。你觉得你说话有口音没？有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。家人们，我说话有口音吗？现在我是能够接受豆汁的这个味道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来的这个店正不正宗。我就说嘛，连一个鸡胸肉汁我都能喝得下的人，这豆汁算啥？啥鸡胸肉汁啊？好喝，好喝。说实话，真的没有网上传的那么邪乎。好喝，爱喝。没有想象那么夸张。嗯，能喝，只不过不爱喝。